我们三城旗的产业变迁要从凯达格兰北投社来谈起。北投社早期他是喜欢居住在山坡水边的地方，早期他们是在山坡种小米、玉米或汉生的水稻。那后来因为北投附近有产硫磺，对岸的汉人呢，他们日常需要用到硫磺来做医疗用品或是火药，所以他们都会来北投跟平埔族来交换这个硫磺。那另外附近大屯山上面，因为热液换子带的关系，就是有很多的温泉会把安山岩分解掉，会产生一些铁矿，铁矿会顺着桂子坑溪流到淡水河口，在淡水或巴里会沉积有很多的铁矿，所以铁矿在
1800年前的商行文化时期，附近就设了很多的炼铁作坊，所以呢，开始就有很多的铁器产生。那硫磺呢，因为是重要的产业，所以早期汉人来这里交易以后呢，就慢慢会雇请北投社的这些社民到山上去采硫磺，然后就兴起了这个官渡还有七里岸，就形成了一个聚落。那另外因为这里的这个五指山层还有火山的熔岩流一直流到官渡，它会产生一些白土矿啊，白土矿在清朝末年呢就有做一些陶瓷器。在日治时期呢，日本人把山城旗的这个北投社顶社的原住民呢，把他们驱赶下山，这里发展陶瓷工业。北投社民呢就搬到中社，就是现在复兴岗的地方，还有一些就搬到下社，就是现在北投捷运站的这个附近。所以呢，陶瓷工业在日本时代日治时期的时候，山城旗这个地方就是生产白土原料的一个重要的场所。那除了矿业以外呢，整个这个地方后来因为汉人呢慢慢进来，汉人进来以后呢就开始种竹子，可以种竹笋，竹材可以利用，种大青染料植物，在桂子坑溪的上游或水磨坑溪的上游。然后1860年代以后呢发展茶叶，我们山城旗的这个整个山坡一直到大屯山面天山就有很多茶叶茶寮。后来清朝末年茶叶没落以后，开始发展果树，像柑橘啦这一类的，有一阵子呢还生产凤梨。那山城旗的下方呢因为有溪流有沼泽，所以呢就除了水产鱼产贝壳类之外呢，还有生产很多的蔺草，蔺草就是编织草帽，还有以前塑胶还没有发明以前的类似这个塑胶袋，来使用。那山城旗附近的这个产业，汉人来以后，就跟一般我们的民生，就产生很大的关系。这个地方为什么是大观鸠的一个栖息的家园，是因为山城旗海拔大概60几公尺，它可眺望整个北投平原还有官渡平原。这个地方呢依山傍水，背靠面天山，面向着基隆河跟淡水河。当天气好的时候，水汽上升，大观鸠适宜翱翔北投大地，因为他喜欢抓蛇，所以又叫做蛇鹰或者蛇雕。那在3到5月是他的繁殖季，啊，1月的时候就可以求偶，可以在山城旗看到公的、母的两只在求偶的仪式，而且常常会听到他呼吁呼吁的叫声。公园的后方是一片原始的森林，上面也有很多的断崖。是大观鸠孕育下一代的地方，也是它生活的场域。所以呢，山城旗它是观赏大观鸠一个赏鸟非常好的地方，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栖息地，值得我们大家来保护。